各位旅客请注意，列车停妥后，请礼让到站旅客先下车。中国有中华文化了，对，这叫精髓啦，对，这叫最精髓的东西啦，对。啊，中华文化其实承接老天一脉下来的东西啦。二十一世纪什么东西呢？是灵魂被打开了，才有身心灵的产物了，灵魂被打开哈，灵魂为什么被打开？我们灵魂哦，大家有知道轮回嘛，前世今生嘛，哦，不知道中国有没有啦，就是台湾就是中国大陆和台湾一脉相承的，我就讲有轮回，这是肯定是一样的。信道教、信佛教都有讲轮回啊，对，就是前世今生啊。对，那你想一想，你宋先生，你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年代，出生在这个国家，让这个妈妈生出来，你通通没得选择嘛？对，那叫因果论嘛？对，因果论。那你想一想，你这次姓宋，那我前世的，你每一次从你出生到死掉，你的一言一行啊，都被你的良心这个 CPU 啊记录起来。比如你第一世你记录了五 G 好了，你死掉，你投在第二世，五 G 带过去了。五 G 就已经带过去了。对 对，第二世叫五力起跳了。那一直轮回呢？从姜子牙周朝的时候啊，封神榜嘛，叫封神嘛。封神就天地有序，每个神各管理什么东西，就好像官员一样嘛。你有卫生部的、什么部的，各管各的嘛。那天地有序的，可是呢，不断的轮回啊，我们人啊，这个记忆体记忆什么？记忆每一生的恩怨情仇啦。对，只有恩是好的正能量，其他的三个都是负能量。所以这负能量在这个记忆体里面记忆力到1990年，就是要接近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记忆体满的啦。你看现在的小孩子，1990年就是出生的，就80年代的小孩子啦，他不用写手机，不用写电脑，他一定会玩。给我们不会，为什么？他灵魂被打开，他是属于创造型的小孩子啊。前世今生在干扰啦，在干扰，时空错乱啦。那我们那个时候呢，因为灵魂没有被打开，所以那时候叫认命。认命你懂吗？所以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啦。你给老婆打死了，他也不会。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对嘛？对不对？那现在就是已经被打开了。那中国传统文化下来，跟这个新的文化两个在冲撞的时候。你要怎么去润滑它？你也不能舍弃，就好比说现在你不能舍弃手机嘛，对，对不对？一样的道理嘛。对，好、哦，那、啊、这个年代就是，哎，我们要扮演一个角色了哦。你如何在衔接二十世纪跟二十一世纪？这些能够让它接走的很好。这才更功夫嘛。对，哦，那、啊、这现在就是这样融合就融合嘛，就有效融合、哦，就是你那个谈呐、啊。对。和谈有那个谈呐，谈才有办法去融合。说的太好了，对，是这样子哈。那我看这个五个指标，你就可以看出现在真的是二十一世纪了，跟二十世纪完全不一样了。所以在二十世纪的修行跟二十一世纪不一样了，不一样，因为一个灵魂被打开。二十世纪的修行是念经拜佛，念经拜佛。对，二十一世纪不是了，要学会转念跟开心。这才真修行，那个叫信仰，对，后天的，对，你学会转念更开心，不用今天碰见一件事情，哈，很生气，你生气也没用，解决不了问题，对，转个念，你要是为着开心，对，你智慧出来，智慧跑出来，智慧，你就可以解对应那个问题了。说的对，好、哦，这就是我要倡导的二十一世纪的修行观，就修行快乐，快乐修行。时间跟空间都在你的心念呐、啊。我讲给你，现在的时间，比如现在台湾时间9点多，对，你在美国维度不一样，它哪是9点多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心可以设定嘛。因为现在在禅坐，现在是晚上，我在禅坐，我想着太阳下山了，可是我人热起来了，表示它在还没有走嘛，地球转过来而已嘛。心念可以去左右一切。我就是认为哈、啊，人的意念。对，意念就心念，对，意念可以左右一切啦。对，左右一切。你如果在这个修行里面去融入中华文化，就是根本嘛。对。那加上一些元素下来，这文化才可以发扬光大。是不是这样描述准确哈？意念不能违背天意。对。不能违背自然。你也违背不了。你也违背不了，因为有天规地律，人间的法律在约束着你呀。对。对不对？就这么简单。所以道法很自然，你没有太多的做作，你就孝法天，孝法地，道法自然，就这样去做就好了。所以我这样想说，这年代不一样了，修行观也不一样了。修行不是不要在传统以前那种忌讳什么那些很古老的修行方式了，对对，时代不一样了。所以为什么你现在比如我透过网络的方式，你传播力量比你要跟把人找过来传播力量要大。说的太对了，什么原因在这里？虚拟嘛。对，你在这个老天啊，这个我们叫老天啊，叫宇宙啦，
你在佛教界他讲虚空界嘛，对，虚空嘛，对，虚的嘛，空的嘛，对，可是它融合一切嘛，对，在我们道教叫无极天呐、啊，无极天，那么无边无际嘛，是无极天嘛，原子不量是一样的东西嘛。我跟你讲啊，那个老天，那个无极天，那个虚空啊，就是一个超级大电脑了，没错。他记录了累世累劫，包括每一个人一粒沙一世界啊，都对他都一草一木，对，都记录在里面，对，记在里面。对，我们人呐、啊，这里有个灵魂住在这里，灵魂住在这里，所以人惊吓的话说，哦，还好还好，没有惊吓到，打这里，因为灵魂的家在这里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这个灵魂呢，就是一个小电脑。对，啊，所以为什么中国为什么儒教、道教、佛教，三合一，它是一个根基啊，因为儒教就是讲中庸之道，中庸之道，儒教的教主是孔子啊，我们大家读过书啊，都是他的，他都是我们教主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他最大党啊，那最大党，所以有儒教当基础啊，他有伦理出来了以后，就是伦常出来以后，再架构这两个东西下来，哇，不得了，佛教修心，道教修灵，心灵合一，又有这个儒教的中心，心灵合一，天地合一，对，就天地合一了，对，啊，你又有这个儒教，天地合一，天地人才才合一，对。所规划的未来可能是中华文明传播中华文明重要的这第一个收获，精神。第二个收获，大师说真话啊，你构架这个东西，包括你刚刚的贪图和你的想法，我认为真的是，应该说在这是中华文化的传播过程中，这是一件真的是幸事，有这样的人，有这样的一个开悟的人。有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认识的高度的人去揣摩中华文化，我觉得一定是有成效的。